老公，泡这么多黄豆干嘛？晚上做豆浆吗？这哪是黄豆啊，这是豌豆，我打算做个豌杂面来吃。豌杂面那么麻烦，干嘛不去楼下吃啊？那楼下做的有我好吃吗？再说它还差一味调料了。差什么调料？带心调味料。嘿，你真是。这豌豆呢是提前泡好的。放一点盐，盖上锅盖，给它压个十分钟，再把这个夹子肉洗一下，把这个肉皮剔下来。吃好了，拿搅拌机来搅一下。高压锅也压好了，盛一下冷水。这个高压锅不能压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继续上锅，打小火煮。我们再用砂锅来炒个肉末吧，锅里面少倒点油，下入肉末。肉端生之后，我们再加点料酒，再给它翻炒一下。一勺甜面酱，好抽来一点，加点蚝油，再加点生抽，把调料搅拌均匀。把调料炒香，没有太多的水分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和点面，自己做个面条。面里面加一勺盐，增加韧性，加点水和成面絮，再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先把这个面剂子压成面片。面片压好了，再给它压成面条。面条搅好了，把上面的面粉投一下。面条压好了，我们起锅烧水，碗里面加点蒜、鸡精来一瓢，半勺盐，加点香油，生抽加一点。加点花椒面，再加一勺花生酱，辣椒油多来一点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加一点，加点葱花。哎，水开了，下入面条，顺便再放点青菜一起煮，开关火，捞面，抹一勺豌杂，再加一勺肉酱，撒点葱花，再加一个荷包蛋，香喷喷的豌杂面也做好了。今天他喜欢吃这个葱油，给他拌葱油的吧。快点来哦，面好了。面呀，哇，好香呀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在跟什么黑黑的肉。嗯。爸爸。好香呀。我想要吃鸡蛋。鸡蛋，吃呀。吃得完吗？这么一碗，能不能吃完？能吃完。这么好吃的面，我感觉不吃点蒜都可惜了呢。嗯，确实比外面的好吃。嗯。白色是什么？大蒜，想不想吃？啊，好辣！好辣！我看过电视上的大蒜，吃了会哭。吃了会哭啊？我吃了我都没有哭，我很开心啊。我在电视上看过。哦。